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nder。 有人喜欢玩游戏，但有人不仅仅是喜欢，更想做出属于自己的游戏。于是误打误撞走出了不同于市场的道路。汉家江湖开发商是中国的汉家松鼠工作室，于2012年成立。从当初创办的元老 CG 子一两人，如今也成为拥有40余人的独立工作室。最早的时候，两人以游戏《金庸群侠传》为基础，于2013年发布了第一款免费同人网页游戏《金庸群侠传 X》。而当初开发的想法也很单纯，因为玩不到续作，所以就干脆自己动手做。游戏曾于2015年上架 Apple Store， 还一举登上热门下载榜。这次的成功给两人带来信心，却也带来的麻烦就是版权问题。毕竟引用金庸这么大的 IP， 想不出事也难。于是游戏在10天后就被迫下架了，但这并没有浇熄他们的热情，反而更加用心投入游戏的钻研与制作中。于隔年6月推出代表性的作品，仅用20000人民币打造的原创武侠 IP 江湖 X， 也就是今天介绍的汉家江湖前身。因为游戏的独树一格以及跟粉丝的良好互动，自登上 TAP 等平台就收获大量粉丝，时至今日仍保持8分以上的高评价。该游戏曾在2018年10月由台湾的品玩帮代理，但也在去年终止营运了。而关于汉家松鼠近期的作品，就是在2020年推出的《部落与弯刀》 PC 体验版，并于2021年正式上架 Steam 平台，目前也收获上万则好评，以及另一款还在开发中、搁了5年的《模拟江湖》。而今天介绍的汉家江湖于6月2号进行 2.0 大更新，在 UI 画面、玩法都有部分的调整，这次也是基于新版做体验介绍。游戏是类似传统 RPG 的回合制加棋盘式结合卡牌养成，属于单人向的游戏。第一眼看到这画风真的是蛮特别的，初始还有个简易的捏脸系统，不过我更觉得像是更换配件。角色建模挺精致的， UI 界面也很干净，没有各种恶心的红点跟弹出储值界面，光这点就吊打很多市面上的手游了。但缺点就是反而很多提示并不明显，有些奖励要自己去挖，然后新界面有时候卡卡的，可能需要再优化一下。玩家有着明显的主线剧情可以做，跟常见上线就是自动挂网的放置游戏不同，在操作角色在各副本中移动探索的时候，真的有种梦回仙剑的感觉。战斗初期可靠 auto 自动打，无脑靠 AI 秀操作就是轻松。玩家到一定等级可以投靠门派，游戏中可以获得大量的招式跟心法可以学习，可以看到不少金庸群侠传的玩法架构，游戏也具有一定的深度，进入门槛并不低。如果遇到困惑，可以看一下游戏内的评论，很多前辈都会留下建议，但更多时候真的要翻一下攻略了。氪金点不算少，部分角色跟招式需要靠氪金抽卡取得，但单人向的游戏优点就是互干轻松玩就好，各自世界各自潇洒， PVP 就放水流吧。结论：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。武侠游戏一直都是不少厂商不断想尝试推广的类型，但手机上大多都是靠换皮连发或者老 IP 的续命，这款真的算少见不随波逐流的作品了。虽然本次的改版很多玩家不买单，对于老版本仍情有独钟，但厂商跟玩家都在与时俱进，要同时维持口碑跟利益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加上团队成员少，更新跟新作等开发周期相比大厂的进程明显较慢，很多玩家等着等着就退坑了。愿这承载众多玩家的江湖别使错了方向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Minder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